血滴子创于侵入关初期，专为打压反清复明势力之秘密组织，成员权为严格挑选之满人，组织表面服于内务府之沾杆处，专是皇上沾禅桌蜻蜓钓鱼，成员却是训练有素、铲除异己之情报分子，身份隐藏。朝廷为了他们忠贞不二，从不让他们读书学字。 武器以戈为能，内藏快刀、数码、控以机关，用时趁人不备，囊罩其头，拨动机关，手疾利取，视为冷兵器时期战斗工具之极致。